房产的朋友们呢，一定都听说过托尔兄弟这个建商。那么我现在所在呢，就是托尔兄弟在 Porto Ranch 开发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社区 Skyline。那么我现在左手边呢，就是它的一号户型 Harbor。我们看到这一号户型的外立面呢，是一个西班牙式的风格。每种房子的外立面呢，都有多种选择。那么建商将第一个户型做了一个西班牙风格的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室内吧。托尔兄弟的每一间房子呢，都是像是艺术品一样，有不同设计的风格。那么一号户型进来呢，我的右手边先是一个悬浮式的楼梯，正对面的呢就是一个八人座的一个正餐厅，直接通向了我们的后院。然后再往右手边来看，就是它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。厨房呢，这个色系整体是用了黑白色系，地板呢是用了暖色的这种木质结构的这种地板。然后冰箱也都是全部都是加大的，但是它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在我的左手边，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热点要素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式厨房。那么现在在波特山庄这个区域呢，也越来越受到我们华人的关注，所以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中式厨房，我想是很多人都需要的。那么右手边就是它的一个车库从大家买完东西呢，可以直接拎到我们的中式厨房里面来。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正餐厅这边，回到了我们的一个正餐厅和厨房这边，面对我们的后院啊，全部都是这种落地的推拉门跟落地窗，更大面积呢吸取了采光和我们的景观。但是这点有一点不同的呢，在我们的正餐厅这边往上面来看呢，是我们的一个走廊、主卧和这边墙，感觉像是一个中庭一样的。然后再往里面来看，有点不同的是，跟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户型不同，新户型大家都喜欢 open space， 而这个呢是用一个壁炉将我们的餐厅跟我们的客厅相隔开。像我们的美女摄影师也说到，她很喜欢这块的设计，是因为在这里看电视呢会感觉更加的有隐私性。顺势来到我们的后院，感觉非常大的一个面积。这个楼盘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是有山景跟城市景观的。那么面对了呢我们的泳池和它的一个 SPA 池，包括我们室外的 barbecue， 这些功能呢都非常的齐全。这个社区大部分的地块呢建地都在10000多尺以上，所以后院有足够的空间给你发挥哦。有提到现在房子最大的两个热点，除了一个是中式厨房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间楼下的次卧这里，就是这间次卧呢带一个自己的小客厅，并且它是可以单独出入的。这一点呢也是最近这几年非常受欢迎的一点啊。像我们家里有客人，或者是有老人啊，或者是家里比较大的小孩呢，都可以自己单独住在这个私密的空间里面，跟我们的主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呢互不打扰。您不喜欢直上直下楼梯，那么这种转弯式的楼梯呢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楼梯的陡峭性，在视觉上呢，也增加了一些安全度。从二楼楼梯上来呢，正对的就是我们的主卧，主卧通常都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可以直接面对我们的后院。像这间主卧呢，面积不大不小，但是它没有做一个额外的升级。像我们看其他的样板间，这里有的呢是升级了一个露台，有的呢是升级了一个客厅，这个呢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配置，有三面取景窗，没有做额外的面积的一个增加。那么其他的这个主卫呢，就是在我们主卧的另一侧啦。整个设计风格呢，都是沿用了楼下的这种黑白金，非常现代摩登的一种风格，包括它的一些五金配件也都是用了一种黑色系。再往前，这个大大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主人的一个更衣室了，这边还很贴心的做了一个梳妆台，是对女生来说非常重要。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连接了它的洗衣房，从主人的更衣室直接过来洗衣服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Thank you.
二楼同样面对我们的后院景观的呢，就是这块 loft。整个房子呢是5房5.5卫，3车库，室内面积呢是4998尺。我现在所在的呢是它一个 loft 的区域，也可以升级成第6间卧室。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休闲放松的地方非常的棒。剩下的3间卧室呢，分布在我们这个回形的二楼的不同的方向啊。首先，我左手边来到了第1间。建商呢把这间做了一个 baby 的房间，连 baby 的床都是用的这种黑色的，跟我们的这个房子的整体的色调非常的 match。 然后右手边呢是他的一个他自己独立的一个洗手间。这个角呢就是这个卧室的面积会感觉更大一些啊，整个是一个像男生的一个风格，自己独立的衣帽间和洗手间，并且这有一个落地窗，也更好的增加了这个房子的采光。最后这间呢就是给我们女生的一间卧室了，同样也是套房，这样很彰显了这个房子的一个高端品质。那么现在再说一下这个房子的价格，像上一期的话每个地块是有不同，当然有不同的价位了。像上一次价格呢大概是在220万到236万之间，要看这个地块的大小朝向都不一样。哈伯这个户型呢有几大亮点，除了中式厨房独立进出，它二楼每一间卧室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方位，我觉得这个户型呢是实用又有隐私。